Ai, em mà. Chó chó, chó chó yêu. Tha ma đã ra yên đi. Hồi chui à, Hoa ca. 13号回去。我们去，基本。来，压过来了。90，哎，大90，哎，带一个步枪打90。哎，大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我刚在 A 过来的，知道。Fire in the hall。Bomb sticking B。没吃饭，没吃饭，没吃饭。哪有勾八钱吃饭啊？没钱啊，穷的一批最近。哎，有把狙，有把狙 ，B 连一个 ，B 通狙。要打什么青训呀，乱七八糟的，你们就要把枪法都练好，知道吧？没有枪法不行。知道吧？枪你得要，反正打职业你肯定要有两个重大的特点，一个就是你的。枪够硬，一个就是你的头脑牛逼，知道吧？我只能这么说。他家小心，他家小心。一个狙，狙打30。漂亮。对，你年纪，我感觉年纪真的没有关系。你看人家大狗。他多少岁了？他不也是发挥的淋漓尽致了吗？反正你打职业，首先要两个点，要么你的枪就很牛逼，要么就你的脑子很牛逼。反正我打职业的时候就是靠枪的，我肯定不是头脑牛逼的，我是枪法厉害，知道吧？我就靠枪吃饭的，兄弟。骗你们干嘛？跟你们说实话，你们又不听。A 打三个，赶紧去 B。错了，